好，今日嚟开到扭蛋啦。呢套系都出咗一段时间啦。啊，数码暴龙，好似系廿周年嗰套嚟啊，系咧，廿周年嗰套扭蛋啊，系啦，呢套啊，5.0 啊。其实我都买咗一段时间噶啦，嗰阵时系走咗去香港嗰边买嘅，啊，但系买咗翻嚟之后摆下摆下，好似唔 Q 记得咗。今日执执下嘢先至执翻出嚟啊，顺便嚟开下啦。呢套有翻只独角兽，之前出轨嗰只加布加鲁鲁同埋嗰只普里啊，咁呢套终于出埋只独角兽，咁成条进化路线可以系咧，可以齐整啲咯吓，诶，即系焗住你一定要买齐两套先至可以俾齐成条路线你啊。佢啲手法啊，咁好似只独角兽好过之前只滚球兽啊，顶佢啊，只角仲要渐变啊，你睇顶你个肺啊，松近啲啊，系啦，啊有个渐变色添啊，啊唔知系甩色定系点啦，其实佢只角可以唔使整渐变啦，全黑咪得咯，啊几得意个嘴，个猫嘴啊，诶呢只啦，嗰只外星人啊。系啦，拉翻远少少，系啦，都系啲最初代嗰啲数码兽嚟嘅，以前数码暴龙01 PS 嗰只 game 好似都已经有噶啦，跟住之后先至多咗个究极体俾佢，以前都仲系得个完全体啊，呢个已经系最高阶啊，同埋都有少少似越南大战嗰啲咁样嘅四人外星人啊，系咧。外星人都可以做一隻數碼獸，對翼有少少變形啊，不過扭蛋係咁上下啦，幾廿蚊嘅嘢，係咧，即係起碼嗰啲手腳冇斷都算係咁，咁幼都真係其實，好似我之前買嗰隻，之前唔知第一套定唔知第二套有隻天使獸嘅，同埋隻惡魔獸嘅。哇！嗰兩隻真係難搞，嗰兩隻佢又幼，跟住又扭蛋嗰啲，啲膠會變形，同埋會軟咧。跟住擺多一段時間之後，成隻嘢根本都企唔穩咁滯。就算佢有一個有嚿底座幫你固定，都企唔穩。一嚿膠變 Q 嘅形，係。無意外應該呢套係我最後一套嚟㗎啦。我諗應該呢個系列我唔會再買㗎啦。係咧。因为佢依家搣加抠出得咁密，我谂住以后净系追搣加抠算啦，净系买搣加抠扭蛋呢啲我，我谂我应该会放晒佢噶啦，我直接卖 Q 晒佢，唔玩啦呢个系列，啊，同埋呢个质素都已经开始有少少，哎，好冇事啊，跌佢唔使，同埋呢个质素都已经开始有少少。冇咩感觉啦，开始望望下，系咧，以后净系玩搣加抠算啦，嗰只系好似系嗰只叫艾力定唔知乜鬼嘢，唔好记得个名，放电嘅，而家第一代嗰阵时，数码暴龙01，搵佢翻嚟喺条村度负责发电嘅，发电机，好，今次就完全睇啊。今次就完全睇喪屍暴龍啊！呢只都算系我至愛嘅一隻數碼獸之一，系啦。如果搣加抠肯出呢只啊好啊，不過就真系，即系可能佢真系太幼啦，本身個造型，所以個扭蛋整出嚟個感覺好似都系爭啲啊，同埋食角嗰啲啊，呢啲位置變曬形啊，系咧。后面嗰碌飞弹啊，招必杀技，唔记唔记得稳咧？好似好难记得稳咁样。好，咁啊，今集个分享啊，聊呢度先啦，就下次再开下其他嘢啦，系咁啦。